为出席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而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，我国代表团由邓小平副总理为团长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为副团长。1974年4月6日，我国代表团在邓小平团长、乔冠华副团长率领下离开北京，前往纽约参加会议。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、江青、王洪文、叶剑英、姚文元、李先念、李富春、陈锡联、季登奎、华国锋、汪东兴、吴德、苏振华、倪志福、徐向前、聂荣臻、阿佩、阿旺进美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和首都群众4000多人到机场热烈欢送邓小平团长、乔冠华副团长和代表团全体同志。人们欢欣鼓舞，不断欢呼，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维护和争取民族独立、保卫国家主权、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。机场上洋溢着团结战斗的气氛，代表团的同志们为第三世界的斗争而努力。